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Showdown》，我是主持人Jeet。今天我們的第一位出場嘅係武功小手，對大家所熟悉嘅不敗神話，武功天王趙薇。最後選手是武功小手，年光天神張國強。 阿强，阿强，哎，怎么了？冇事啊嘛，冇事。我冇鞋，发生咩事都可以放埋一边先，考呢场比赛。O K，一定行，一定得噶你。哎，护住护住，交啊！仲所有人都摆埋一边，我都唔知啊，总之系冇错啦。 赵薇的记者访问赵薇的时候，他很自信地说：“他要在不超过两个回合里把张国强拿下，这种口气实在是很有意思。”不过以赵薇过去的记录啊，这是绝对有可能。而且按照赵薇的习惯呢，他的胜出一直不太注重分数，只是把这个 KO 对方作为目的。对，看来赵薇这场比赛绝对放不了。问题是张国强在两个回合里能不能继续坚持打下去。 第一个回合在张国强的苦战之下终于进球了。好，第二个回合马上要开始了。现在大家在等待的呢，就是什么时候张国强被KO。不过今天晚上张国强的表现和状态也确实不太好。他的表现不像是很有信心。观众也看到了，他一直在看现场的大钟。其实给我们的感觉，他好像是在熬这个每一个回合的时间，对取胜是完全没有把握的。对，很有可能。阿强。 你别着急，阿强，我看你的心思完全没有。不行啊，教练，护持好看。阿强，面对自己，小心点。准备，开始。 赵薇的步伐一直都有太突然的这个缓和性，这个张国强的步伐也很特别。你看这是。
张国强这个臂力好像有点支持不住，是啊，他有的时候还是在看时间。对，赵薇这个回合没把他 KO 了，一定是很不满意。看来下一个回合的战斗情况是相当激烈的。